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一期嘅极客闲谈。今天跟你们带来一个开箱视频啊，是这一双库里一代复刻的开箱。因为呢，最近其实长测并不是那么顺利啊，刚好我家这边呢是疫情的那个风险区，就可能官方都还没有认证我们这边是中高风险，但是所有朋友来到我们区打球的话，都会担心有去无回，或者是回去要隔离，所以最近其实也是尽量减少出门。库里一代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前开始复刻的，那现在其实几乎所有 UA 专柜都能看到这个配色在摆卖，并且在网上已经可以打折买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合适。那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对它的一些感受。既然这双鞋子叫做库里一代复刻，那我们今天就挖成两部分，先说库里一，再说复刻。先说一下这两代之间鞋面的变化。第一眼看上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没错，肯定是它的鞋帮高度。库里的一二三代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中高帮篮球鞋，并且它的鞋帮几乎可以起到代替护踝的作用。刚刚在翻以前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了自己穿着库里二代啊，在大学里面装逼的视频。当时是因为我在体验完一代之后，就非常相信它的性能，非常急切的就去购入了二代，并且上架。所以每一代产品给人的印象，对它的下一代成功与否一定是有影响的。尤其是第四代啊，非常关键的，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库里系列里面的第四代，我认为也是一个转折点，直接变成了超高帮的鞋身。但是这时候，这个高帮已经变得有一些伪高帮的感觉。而在之后，五六七代终于根据了库里自己日常穿着的习惯作为考量，库里系列正式进入一个低帮时代。所以我也会认为啊，从五代开始，库里系列就是护踝党的福音。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鞋面材料的变化。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一次这个配色的复刻，它采用的鞋面材料呢，并不是最经典的一代的材料，最经典的应该是我穿的这个元年的库里一代。这一个配色以及当时的很多普通大货版配色采用的 Anaform 才是库里一代最标配的鞋面材料。但是两个材料的鞋面都穿过之后，我就会觉得他们的表现啊，其实并不会差的非常多。听说在元年的时候，这一个配色鞋面采用的是发泡材料，而并不是现在用的人造皮革，所以也非常欢迎有一代这一个配色元年的朋友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这个鞋面复刻的是不是真的不一样。那不管它一不一样，我觉得整个鞋面的表现依旧是非常到位。鞋码方面，我选回平时穿的 UA 的44码，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拉紧鞋带之后，虽然它不至于说像紧身衣这么贴合，但是你能感觉到有一层薄薄的皮料完美的包裹在你的脚上。我觉得整个库里系列的鞋楦做的都是挺到位的，不会有哪里卡脚或者是硌脚等等，打起球来支撑性完全没话说。跟我的工具人朋友进行单挑的时候，非常多身体的对抗，无论是我主动发力将他击开，还是说他主动发力把我撞开，在我进攻或者是防守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鞋面支撑很给力，不会因为它是一层薄薄的皮料而出现拉垮的感觉。当时整个鞋面的设计并不会非常复杂，就是一整片的材料，然后在部分特定区域进行了发泡的处理，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拼接。当时拿到手上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这就是紧身衣起家的品牌做出来的篮球鞋。确实鞋面跟别人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整个保护性方面我觉得也没有话说啊，对脚踝支撑是相当到位。拉紧最上面一个鞋带口之后呢，它几乎就是一个护踝的感觉，能够很好的锁定住我的脚踝，并且整个鞋帮与后跟形成的高低差也保证了我的灵活性，基本上我在防守的时候进行横移的脚步也不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整个前掌它虽然有做加宽处理，但是它的加宽呢并不会说特别夸张，这样一来也让你穿着它的时候脚步会比较灵活。也许有人会有疑惑，前掌加宽并不是特别突出，那它在防侧方面是不是风险就比较大了？我个人认为整个鞋子的重心是比较低的，对地面的感知是比较清晰，所以基本上它不会让你有那种不稳定的摇晃的感觉，反正我穿着的时候安全感是比较足够的。那么就鞋面来说，我们看一下8年之后的库里八代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我觉得它变得更加舒适了，鞋面采用了更加柔软的织物面料，尤其是在它前掌弯折的时候啊，在跟一代元年复合面料或者是一代复刻皮质面料的对比中，八代这种织物面料的舒适度是最高的。其次，整个八代变得更加轻质了，单支44码的库里八代是360克左右，但是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单支44码的库里一代元年是390克
克左右，单只四四码的库里一代复刻皮质版本是400克左右。所以可能会有人觉得，哇，八年的时间你就降低了40克左右而已啊。其实这个道理也蛮简单，就像你考试一样，可能60分到80分比较容易，但是在你90分突破到95分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困难。在惊讶八代已经如此轻质的同时，我觉得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一代居然已经这么轻了。所以一双中高帮球鞋在当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了。其次呢，毫无疑问啊，就是透气性上面的差距了。整个库里八代都是织物，并且鞋身布满了透气孔，整个鞋面的材料本身就有透气的优势。反过来看库里一代复刻的这个配色，只有前掌稍微有一点点透气孔，其余部分都是密不透风的人造皮革，热量根本散不出去。接下来讲一下中底部分，一代复刻呢采用的依旧是跟元年一样的 Charge 材料，虽然它本身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中底科技，或者说非常突出的材料，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希望，哎，你复刻就复刻，别给我搞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UA 的复刻中底可以说是完全照搬了，不像耐克做减法，阿迪做加法，都不是原汁原味。缓震方面呢，其实一代的 Charge 并不会给你什么感觉，基本上就是没感觉。脚感方面，一代的 Charge 在你静态上脚的时候并不会特别讨喜，它不会说硬到向你直接接触地板，但也绝对不会有多少中底压缩的形成。打起球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薄不软，但也不会太硬。缓震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够用啊，当我在全力起跳封盖落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震脚，但它的缓震形成变少了也有好处，中底不会发生过多的形变，让我在落地的时候觉得非常稳。可能就会有人问我了，你都知道它的缓震并不怎么样，你干嘛跳那么高？这就要怪它的响应性了，它的响应性是比较出色的，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跳得比较高了。中底反馈很好，就是这么薄的一个材料让我每一次起跳的时候都很迅速，抢到篮板的进攻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连续起跳的高度并不会衰减多少。其次，这个响应性就让我在进攻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我想做的动作。你看我面对我们会员六群的朋友，啪的一下就起来跳投了，哎，不对，你看我面对我们会员六群的朋友啊，悠哉悠哉的运球，然后突然间就可以启动突破，那速度我觉得提速是非常快的。然后我们再看一眼库里八代的中底，这个就完全没话说了，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革命，非常大胆的创新。具体的表现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代的沉稳，八代的创新，这个差别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基本上抗扭我觉得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它的前掌外侧我觉得缺少了一个分割引导点以外，其余方面我觉得做的都挺不错。中底是很明显有块抗扭片的。再看一下库里八代，这个弯折是不是更加到位，前掌外侧的引导点是不是做出来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底的情况，在一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简单的人字纹啊，然后再做了一些简单的分区，甚至它这个外底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抄之前库里所穿的那个团队款的 Clutch Fit Drive 那款鞋子的外底，基本就是照搬啊，并没有花太多太多额外的心思。现在库里八代整个外底都是 Flow 的材料，且不说它的实际表现，但是它看起来至少好像设计上面更加用心了，对不对？那实际效果怎么样呢？其实我会觉得一代复刻的抓地更加稳妥一点，在室内的表现啊，基本上是无可挑剔。在我全速突破一步之后突然急停，那个制动距离几乎就是零，刹车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当天晚上那个场地的条件还并不是那么好，像我们队有一个人他滑倒了就好几次，所以你不得不说有时候人字纹只要他做得到位了，确实效果是非常 OK 的，但是也不代表他就是完美啊。这双鞋子在一些极限情况下，当你的鞋身两侧接触到地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并不是那么稳妥，尤其是它的鞋身内侧上方的纹路面积其实并不是那么大，或者说它覆盖面积并不是那么大，就会让我觉得这双鞋子穿起来你并不会有那种非常想变相的感觉。到了八代之后，不管它是结构的原因还是材料的原因，整个纹路上方的防滑区域啊，在内侧都是变多了的。但是如果是直来直往的朋友，或者一代的抓地啊，也并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几乎是完美的表现。但是在一些极限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是一个极致的变相党，用一些非常极限的角度去跟地面进行接触，这个时候这个双鞋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 那作为库里一代这个身份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下作为复刻来说它做的到不到位。其实不管是拿在手上还是我穿在脚上打球之后的感受，都会觉得这一次的复刻真的性能上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当然拿放大镜之后我也发现了几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首先一代复刻到后跟 TPU 的
的颜色是有一点点不对的，我个人认为它稍微比元年要亮了一点点。第二点就是两双鞋子的鞋垫，它们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库里一代复刻的厚度稍微要薄了1毫米，这个是非常非常轻微的差距，而且这还是在元年我已经穿了非常长时间的情况下对比的，但是打起球或者你穿起来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其次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图片，这个一代主场配色的复刻外底的这一条蓝线、原本应该是白色的，这个也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区别。最后关于鞋型方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所有品牌在做复刻的时候最难的一点，我就真的不懂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做的有一点点区别。这一次呢，其实肉眼至少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完全过关的了，并不会有什么鞋型臃肿啊或者变形之类的毛病。当然也有一些元年玩家或者是键盘侠，他们会挑毛病，就是说库里一代的鞋帮好像变得臃肿了一点。我拿尺子量了一下，就是鞋帮的最高点，然后经过 logo 量到中底，两双鞋子的最大长度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大概是5毫米左右的区别。但这5毫米放在鞋子上，确实真的是不怎么看得出来。那这就是这一次库里一代主场配色复刻的全部内容。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复刻已经是相当到位了，甚至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惊喜。毕竟这一个配色当年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还不买它呢？因为当时是限量而且很贵，所以如果价格持续跌下去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挑一双锋线全能鞋，或许你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你如果在它身上想挑什么非常优秀或者是什么非常新鲜的脚感，那肯定是给不到你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双球鞋到这一双球鞋，品牌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将他们的旗舰产品打造成库里专属的样子。但如果我们细看这两双鞋子之间的每一代，就会发现它真的好像是一代一代在摸索，一代一代在雕琢。其实换到人身上也是啊，我觉得时间是非常强大的东西，8年的时间能够慢慢夺走我健康的膝盖，也能够夺走我的弹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夺走了我那颗想跳得更高的心。但转过头来想，8年的时间我也能够去沉淀，去了解更多球鞋，去更少的依赖自己的身体天赋去打球，去获得现在这份工作。所以哪怕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决定，非常微小的改变，从现在开始8年之后，只要你能够坚持，它就一定能够质变，一定能够生根发芽。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或者是弹幕上留下自己一个小小的 flag， 算是一个小小的决心，坚持个8年。毕竟极客鞋谈今生永相伴，8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下期再见，拜拜。